我是赵卫国，您正在收看财新时间。2014年9月，紫光集团、国开金融、中国移动等多家公司共同签署协议，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，也就是国家大基金。2015年2月，国家大基金宣布将向紫光旗下的展锐公司投资100亿元。外界纷纷猜测，紫光集团的收购是否代表了国家意志？紫光集团是不是国家大基金所选定的半导体产业的排头兵呢？对此，赵卫国表示，紫光确实与政府关系密切，但又不是像央企一样完全代表政府意志。紫光收购完全是商业化、市场化的行为。您现在为止的这个产业布局和相应的这个收购，可以说是步步都是紧跟着政策指引的方向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你们从政府那里拿到的具体的支持有哪些呢？客观的讲，目前并不太多。展讯瑞迪克历史上，就是你知道，国家有些科研的专项，对吧？企业去申请。以前呢，他们用外资。申请受的限制多一些，但是还是拿到了一些钱。那我们收购完了以后，从身份上来讲呢，就是收购这种去申请的身份没有问题了，但是也没有太多。到现在为止，我想从展讯瑞迪科收购完成以后，真正拿到手的钱大概也就几千万，这个量级肯定不到1亿。当然他可能还有一些专项，是现在有些专项你申请完了以后是先花钱以后再去拿，我想未来可能会有几个亿吧。大基金对我们投资啊，既是一种好处，也是种麻烦。就在国内呢，因为大基金的成立，如果我们不拿大基金钱呢，别人会认为你中国政府不支持你。那在国外呢，你拿你大基金投资呢，他会认为你有太强的政府背景。所以我们的做法是，大基金不会在紫光集团这个层面来投资，我们让他投到具体的业务和项目上，这样容易比较清楚。而且这个。像紫光展锐这个项目的话，英特尔我们是大股东，占50几，英特尔占20%左右，大基金占10%左右，应该在国际市场来讲，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他看得比较清楚，就是紫光确实是一个我想和政府确实关系比较密切，但是又不是说像央企那样完全这个代表政府意志的企业，我想我们更多的是。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行为，当然在中国来讲，这个在全世界，中国政府是最重视商业的政府，所以中国政府所倡导和支持的产业，本身就是产业发展的方向，这一点倒是完全吻合的。